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好，真欢喜看到咱大家，那伫佛学上讲，咱有这个缘分，啊，大家若有这个责任，为咱台湾未来子孙。到打拼，安尼对唔对？安尼大家家己鼓掌一下，啊，足感谢啦！大家来参加，啊，这就是讲，咱有恁，咱的希望搁较大。啊，那是要甲大家拜托，我看。三天啊，今天是大家就要回去了，很欢喜嘛吼。啊，来这有心得啊无？有。你们政府拢用骗的嘛？吼啊，大家足清楚。希望咱来这上课的心得。提回去，拜托你较到位咧，甲你的亲戚朋友啊兄弟，甲介绍，咱是正确的，诶，台湾的真相，甲讲好清楚。尤其是你若有少年的朋友。你就爱甲讲好清楚，唔好人那话对人曲曲走。我那安尼讲，因为咱就担心这个少年呢，伊都唔知台湾的真相是虾米。有当时啊，话就讲，哎，台湾。家己台湾人，家己啊，家己救台湾。当然，咱安尼想起来，安尼个对哦。啊，咱台湾要独立，家己承认一个国家，安尼对啊唔对？美国讲宣布独立，就是战争嘞。你是伫遮宣布独立，你是要甲美国交台呢？伊现在伊是美国是只要占领前呢？啊，你咧要发独立，要甲伊反抗？啊，去这个问题，伫这个所在，咱开场白也要予大家知影。李登辉总统，咱种钦佩你。做十三年，伊做总统的时候，我坐伫国父纪念馆遐，只头两百个全球啊，两百个入伫国父纪念馆，我是其中的一个啦。这就是安怎，咱要做这个徽章的时啊，我甲摕我入去。参加李登辉总统就职迄个徽章，我替秘书长参考。啊，秘书长讲，哎，这个袂歹，哎，咱照这个方式来做。这就是我要甲大家讲，李登辉做十三年，有改变无？伊讲要会神呐、啊，有啊无？
美国的讲啥？袂杀你。但实在，我迄阵啊，那咧想讲，美国哪会讲袂杀你？足奇怪的呀！有奇怪啊无？咱来读过了后，有奇怪啊无？无奇怪嘛。阿扁啊，做八年，伊讲要来参加联合国，好足认真嘞。加送去联合国去申请加入联合国。联合国甲退惊，连连开也无甲开，甲退惊。因为参加联合国要成立一个国家有四个条件：第一爱啥？人民；第二爱啥？土地；第三爱有政府；第四爱有啥？外交权。安尼大家足进步嘞啊！吼，大家拢即马是咧学习，大家足好嘞，大家我足清楚。四项拢无啦！伊要参加联合国，恁都四项拢无，恁要参加什么联合国？伊即个想，伊都唔知啊，迄阵阿扁也唔知啊，讲联合国唔插啦。好，咱台湾的人民啊，咱在哩台湾的啦，来公道啦。美国安怎讲？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啊无？安尼去想就好啊。美国啊，咱伊怎啊咧想讲？美国啊来管遐济，我麻烦制造者啦。安尼去了解就足清楚。这两百度，这两百度，就是美国啊相关单位啊送给咱的。这白是什么？讲是台湾，就是美国啊有占领全国嘛。这白是什么？这就是讲。日本天皇住在这里面的人啊，你们的这个土地啊，是住在家的人的啦。美国相关单位上咱这两百多秘书长讲，了解，足聪明啊，是不是秘书长足聪明？伊安尼就足清楚啊。当年十二月二十甲十二月二五，拢组一团去敬拜靖国神社，甲去甲天皇祝寿，咱这个旗啊。三年来，拢入去天皇诶，去内底，要入去遐两个，迄个要做安全检查呢，什么机啊拢无法度好压入去，咱这机甲这机因个上头，咱也未去，因干那咧举这机咧化咧化工。天皇陛下万载，咱即马一日去，即马两机啦，两机个人发，天皇陛下万载，咱底下咧发啦。安尼恁想看卖咧？即机伫日本入去天皇内底，这就是啥物？就确实咧啊。但是咱爱。了解这个情形，咱大家若要创造历史，十二月二十啊，到阵来见天皇好啊么？好，足感谢，但是恁一定要完成
高级班。要去的动心，一定要高级班啊毕业。服装是安尼啊，我听嘛，咱标准服装吼，标准服装。咱会使大家现在啊去家乐福啦，我无甲提广告费哦。伊遐有即个乌西装，一束吼，讲3000几块尔。吼啊乌诶，安尼啦，即顶家乐福无咧卖啦，来咱遮吼啊徽章啊，无啊吼，其他拢未使。这是代表咱政府的官帽，未使其他的做啊国旗啦。有诶讲哦，迄阵啊讲一个讲日本国旗啦、美国国旗啦，该要挂几大摆，这绝对未使哩。咱就是标准服装是安尼。你若要挂美国国旗会使哩，挂到咱的徽章下骹会使哩。这边你要挂啦，无要紧，吼。啊，这个给大家知，咱的标准的服装是安尼，啊，大家也才去穿。啊，咱女士那也才去穿这款服装啊，白哦，啊棉棒的裤带哦，啊白的这衬衫啦吼，啊裤子哦，这都是查某长裤吼。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服装，啊，如果有的你如果要穿裙啊，有裙啊，啊，大部分都，如果出去，你是穿这样，啊，如果师傅啊，穿你的师傅的服装，哦，我们很尊敬，啊，很多师傅，哦，我们第一回去，如果有两个师傅，第二回去也有师傅，哦，都有师傅参加。哦，有要求呀！哦，安尼吼，好，这过去征求看看吼。啊，因为迄阵啊，咱去的时候，因为师傅啊有穿师傅的服装啦吼。啊，我知也是安尼吼，甲大家讲。啊，那个新的规定吼，啊，再过去问看卖吼。啊，那要来写历史，到阵。啊，我会过去，吼、哦，我会甲斗阵大家啊斗阵去，吼、哦、啊，这就是甲大家补充吼、哦，这个啊，咱即马要来，和大家了解吼、哦，啊，这是这张啊有看过的报纸，举手一下好无？好好好，感谢。我无坐啦，哦，看过的东西嘛无坐啊。咱来看，这是自由市报的嘛吼。希拉里我看大家拢知啦，免解说啦吼。讲太依赖中国，台湾会变成啊脆弱，是安怎？一场吼演讲会吼，比金200,000，你若要叫伊来演讲吼，飞机来回，啊个付比金200,000，啊这是当然，若要请飞机一定头等舱嘛，吼啊个开比金200,000，啊这伊这是接受访问吼，安尼讲啦。这和大家实际上啊，咱大家应该有看一个中国的 CIA 的影片，有看过不？大家拢看过了嘛？吼，回去啊，这个影片啊，扩回去，放给一挂无相信的，伊去讲。讲英文嘛，阿拉有加翻到
中文嘛，好听好去看。有讲有诶，无相信啊，无相信啊，都好去听好去看。这拢是啥？政治嘛，唔是咱讲诶。啊，这那是咧讲，吼、哦，伊这安怎讲？啊，咱来看看伊讲法，吼、哦。讲吼，台湾的利益团体啦，从中大发利是，真的是台湾的长期利益吗？以用这个问号，实际上伊遮啊，讲啊足清楚，伊安怎讲？伊遮讲。失去经济的独立啊，失去经济的独立会影响政治的独立。讲到这啦，南非这个国家以前是把伊的宪法写落。种族隔离政策，世界各国拢反对。我这在想讲，啊，南非这的白人哪会遐戆？甲种族歧视隔离政策下底宪法内底，白人的变数，黑人袂使入的，入的就犯罪，变爱变形，哦。啊，坐火车也同款，这个车厢是白人的，你黑人袂得入来。啊，所以世界拢甲抵制啊。啊，美国有没有种族歧视？哪有啊？这条街那白人多哎，黑人搬入去啊，白人安怎？袂了了，走了了。这那是种族歧视啊，但是伊无下底。因为宪法上，啊，迄阵啊，南非有公投，要互因黑人参政也无，啊，大家居民会投，50%几，我同意，啊，互因黑人参政，因为想法是安怎？黑人西方人的想法说。经济我把持，政治给你们去搞，没有问题。弄错了，政治跟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啦。人家那是讲啊，经济就经济了，啊，政治就政治了，干嘛呢？唔对。政治一定会影响经济，经济也会影响政治，所以这大家拢爱弄清楚，好、哦，这点，甲啊，咱过来看伊只个说明，伊讲啥？伊讲，这个是来自中国的要求。会越来越多，啊，你就是啊，经济啊，啊，已经给他们控制了，当然他会要求越来越多啊。台湾要小心一点，精明一点。伊讲的这话啦，啊，国民党的人听得落不？一定听不落啊。啊，这就是啥？咱要甲大家讲，这立法委员心肝敢有讲要爱台湾？因敢来爱因啥？国民党即马咧执政啦，立法委员都爱恨我做，因想要去做立法委员，一个月几百万好呢？真正。民进党的来去选到立法委员，
咱甲讲一下，讲哎，安尼来安尼来处理。伊讲哎，啊，我呐无做，我都我遐请遐助理单袂安怎？因都无头路去啊咧。哎，去讲到这，讲到这个烦恼之方向啦。啊，你都唔敢变嘛？啊，那是唔敢变，你永久你都去做因的奴才嘛？啊，实际上大家来三讲，是不是安呢？在他的体制下，干那司马空去用空的这样，嘿。天佑台湾，拄啊好，王金平和马英九讲抓到机会啊，要甲你，你个是唔是人选的？你是啊，迄、那个不分区的，我甲你开除党籍，和你立法院院长免职。发生，唔叫这个太阳花占据立法院，阿、啊、无王金平玩遐好大，唔敢使用警察权把这些年轻的学生驱除。他在立法院只有王金平可以使用警察权，啊，那也不爱使用，伊去哪个惊嘛？伊话惊到啊嘛？伊认为讲啊，国民党我就是国民党的人啊，国民党有老一天啊，我也有遐好康的啊，啊，伊那要支持反对这个体制。来做这个改革，伊家己紧张啊，要要甲开除啊，伊唔只民只反啊，这拢是啥？天佑台湾，那没有那个案件，我看太阳花也无法度在。议会、立法院那么久，这种事实，所以咱大家人拢有任务。你已经来啊，你就是有这个任务。希望咱大家拢有缘，咱大家来泡饼，好唔好啊？感谢啦，感谢大家啦。啊，这同款啦吼！啊，咱看这就好。咱即马要甲大家，我看这大家我看过啊吼。有诶老师应该啊，讲师拢上过课啊嘛吼。我阁补充啦，复习啦。即讲，有带电脑来人吼，你即马就上网。上网去查中华民国行政院查看有无？中华民国内政部来，中华民国国防部来去查查看也有啊无？我那咧开研究生的课啊，我希望我的研究生都要带笔电来。类似安尼，起码讲到讲，吼。啊，因为这个都无啊，咱会使查啥？美国，你要去买美国爱，迄、那个要做电脑签证嘛？你去找看，美国要中华民国啊无？那无啊，拢无啊啦！啊，这就是啥？因即嘛，甲各单位的行政组织啦，陆续的会主，这种会主。
啊，有内政部、外交部、劳工保险部啊，这个幼教法、内政部啊，这个有啥啊啊，监狱啊，财政部啊，这人会主啦。哦，国防部哦，这啊，这个总政战部、作战部啊，这人会主啊，这人国防部的。啊，大家看到这个安怎？看到这个安怎？啊，落跑了，他们落跑了啊，规划好好的，大家都不知道。三年外前，阮开班的时候在讲啥？平潭岛啊，咱在讲平潭岛，大家讲哎，无影啦。啊，最近平潭岛，即卖电视伫咧广告，大家知无？叫大家去遐啥？去遐投资对无？伊遐要给什么人住？要好，以后咱民政府执政，无爱带台湾遮个离汪政府过来遮个人官员，拢会使走去平潭岛住。美国甲中国拢讲好啊，是安怎？中国也惊呢，咱听了200万人走去。有的走去四川，有的走去做贵州啊，有的走去山东，有的走去河北，起乱起来，因头壳都疼，你知影？啊，来台湾来，拢带到平潭岛，啊，平潭岛好管啊。你若遐咧起乱，遐都甲拆开就好啊。咱才好看这个地图。啊，就是安尼啊，迄拢甲美国讲好呀。咱无遐搞，咱唔知影是美国甲咱讲，啊，咱会过，咱嘿过直直看落，吼，啊，你看这是唔是要走路？含这个啥？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条例，啊，这是啥？啊，所以讲，那要去上网的，你摕到你就去上网去找，看。这啊，我找甲收集断个吼，甲遐个讲也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因要选啊，要走啊，讲拢讲无可能啦。这甲问看卖咧，看伊安怎解说，甲问看卖，看安怎解说。大家来上课有价值啦无？安尼转去都足有话好。讲啊嘛，啊提这资料去跟讲嘛。哦，这拢是要，哦，拢是要，你讲，咱过来看这个，这是保安警察总队的组织通则啊，会址。哦啊，这哈这呢，哈这呢。啊，实在过来看，金融啦，吼，这是财政部的，吼，啊，这是卫生署的，吼。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国家哪要？要走路，首先，伊一定，只爱拢甲删除嘛。这下，美国甲讲啊，实在足济，迄个叫做情况吼，大家爱较，迄个叫做啊，敏度较悬的，咱的感觉你的敏度较悬的，咱听要过来看吼，这样拢是啦吼。不要浪费在这的时间，啊，这个就咱讲好啊，吼，啊，这美国安排这难民吼，要来大土车，啊，大土车较好些啊，这你若在这咧起乱，啊，这甲
缩起来就好啊。啊，所以要乱，何里都吃乱。啊，因惊讲200万人，有诶走去啊四川，有诶走去啊这个做啊啊山东啊，有诶走去贵州啊，有诶走云南去，哇，伊都无啥啥的。所以啊，拢来吃来吃，吼、哦、啊，那要乱，就做下封锁就可以了。这起码几年，离空几年，一数啊，啊，这都是早都规划好啊。咱伫遮咧讲，无人相信呐、啊。啊，起码咱来看这个讲复制台湾啊，我们啊就是。中国啦，以他说陆啊，这个是以这类报道哈、哦，是讲陆啦，就是大陆啊，平坦百万啊，那个新出登台来吃挖角，哦，这类报道要给大家看这里，给了解这里。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00-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00-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安尼好，吼、哦，咱会清楚啦，吼、哦，咱起码伊咧讲过平潭岛，吼、哦，咱过来看，要过来看下面啊，迄、那个中共在平潭招商受害的台湾，哎，真相。来给大家了解这里。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
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于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洲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安尼，大家是不是足清楚？因那是要吸收咱这的资金去遐干建设，啊，到遐啊，再来甲你用挥霍的手段甲你取得，啊，这实际上啊是真正常啦。啊，我去北京开过会，我是咱 ROC 的仲裁人。仲裁人大家唔知怎样无？因为我也是仲裁人。啊，仲裁人，我到北京啊，跟他们仲裁啊协会啊在商讨的时候，他们有人民啊大会的法官，我甲请问讲，奇怪哦，阮台商来恁家投资，哪会法律拢判输？伊讲，啊，我会被中国政策都判输啊！我那实在无法度就无法度啦。下面叫做违背中国政策，讲较歹听来讲，啊，蒋中正的把中国的黄金都带到你台湾来，我要跟你追一点回来，很正常嘛。你想看嘛，安尼敢对？伊讲蒋中正甲带足的黄金过来，所以台湾会过得这么好。啊，这啊，头拄啊，毋是讲你根本不可能跟他打官司啊，所以讲这就是讲用热包子打狗，好、哦、有气啊，不会啊，哈、哦，好了，安尼好啊，这里哪好，大家知影这里。我们台湾未来的走向，因为咱在 CIA 公布这个机密档案，讲一个中国，讲得足清楚了后，这个是伊的父亲，这个是。我们是啊，亚太驻青啊，助理国务卿。伊讲美国政府一贯的立场不支持台独，啊，不支持台独就是战争。你们为从美国独立出去，又要跟美国打战，哦，啊，罗氏啊，证词。也是罕见，从来没有谈过。美国支持台湾的自治，伊家是用啥？哦，哦，啊，这是 autonomy， 这等一下，上面有人的自治呢？你要给你自治，上面有人啊。这块土地就不是你的，
阿扁你要去申请啊，你要在这边办公投，那你不是麻烦制造者啊？所以美国人咧讲话，佮去想看卖，佮有理哦。西方人讲话会比较啊正确一点，不会用骗的啊。在东方人啊，都会比较用骗的会比较多。哦，上面633啊，啊三环三线啊，哦，这拢用骗的哦。大家较听下就拢用哦，这个四字哦。咱得足清楚，足清楚啊！这个情形，这个时阵是什么时阵？4月5号啊，迄个时阵，3月30号是什么时阵发生？太阳花50万，台湾50万人走出来，世界各地先进的国家，我们的一些留学生，我们的一些侨界人士都走出来，有没有？这就是天佑台湾，真的。咱人无遐敖，我的感觉，真济代志拢是天佑台湾。咱会坐伫遮，因为咱过赢，咱才有可能坐伫遮。那是天佑台湾，咱安尼去较想，对，了解吼。好，啊，这就是安怎。咱公务人员吼，咧造假啦！啊，因为这个吼，迄天吼，迄天我安怎你知影？啊，入去要做立法院啦，吼，这啊，走入去立法院，伫个立法院啊抽屉里面啊，甲拖出来讲，看到这张啦，看到这张讲咧伪造啊，吼，这个要做啊。典籍里啊，伊讲像公务人员食饱用用吼，啊，都爱看这个叫做啊，因的新闻的叫做啊网站呐、啊，啊，要至少要点50次以上啦、啊，这个就制造他的点阅率哦。你看，哇、哦，人民你遐大家遐赞成，你看拢按赞，哦啊无点也袂使哩呢，啊，从这个无点讲啊，伊小姐啦。啊，这个无点讲小姐啦，啊，你看咱公务人员拢咧，是毋是咧造假？看冤枉无？咱纳税金给公务人员伫遐咧无算诶，真正咧无算诶，啊，这拢是政治啊！啊，这个因为我写走入去，啊，伫头啊。花店过去看到这個，顺便甲 copy 起來，啊个发布，啊这个啥？咱个地检署在咧甲起诉，吼、哦，这福大诶要做外聘教授吼、哦，美国来吼、哦，好啦啊，这就是我讲白色恐怖啦，啊，咱伫啊海外太阳花咧游行，伊啊咧。好，这不要紧，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咱看较紧的吼，这就是啥？海军陆战队猜测，啊，这也不是我咧讲的，大家上网去看，吼、哦，伊讲哈，迄、那个哈来，这是咱海军陆战队员工是各军种来的上，迄、那个叫做啊善战的啊一个很威武的队伍嘛。啊要猜测，好、哦、啊！这当然，这种，免讲啦吼。啊，大家要来写历史，才到阵来吼、哦。啊，这就是去靖国神社去拜的时候。好、哦、啊，这咱要做去，这种吼、哦，和大家做参考啦，拢好看者都好。啊，个咱。
较尾啊吼，就是要来甲大家讲，互大家较了解，就是这个，我看咱这个新闻镜这个啊，我这个影片啊，互大家看这个，啊，咱就要来结束啊，好来看这个。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姊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咱不要紧，咱好来，嘿，过来，嘿，你电脑上的有一挂。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姊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灰熊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咱这个现身说法，伊是牧师啦，好，伊是牧师，所以牧师不可能讲谎话，他就拿这一张我们的身份证去美国，进去啊国务院，爱甲大家讲，有晶片的才是哦，莫去用骗去。无晶片迄唔对，吼爱转去爱甲大家讲，啊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咱今仔日啊我讲到遮，啊拜托两件代志，转去甲鼓吹来办身份证，啊个请甲少年的较有专业的来受训，啊感谢大家。